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本，我是萌宠明星出来玩恋爱记的观察员。我是温妮。我觉得这一季呢，这个萌宠明星出来玩恋爱记真的非常非常精彩，而且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你哭的也哭的，对，然后我们生气的骂的也是，就是非常非常入戏。我觉得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地方，真的，大家每个细节都不要错。卡片算是很有温度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现在可能通讯软体太发达，所以就会有点忽略说手写，其实还是很感动的。对啊，手写其实就感觉是满满的心意，从挑卡片到写，到写错字不小心要把它画成一个星星。现在跟我不能讲要写错字，我会把你。哦，真的真的，纠错字哦，到那种下巴掉下来的也是有真的。最后你一定超没到，我这整个已经变成没有主持对，因为我就是差赌说，我说那个谁跟谁一定会在一起，以我恋爱的经验就哇出意料，真的大家要看到非常精彩，而且一定要锁定到最后一集哦，因为不到最后一集你都没有办法确定你到底是不是你眼前现在看到的这样。没错没错，记得看哦，拜拜拜拜。